我不是去右手游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今天我继续把主线解完了。哦，这边可以，我们去追背包熔炼嘛？背包的熔炼教学，我这边继续挑战下去。主神呢，开始来介绍一些东西。出发也比只是没讲。我的灾！来这边那厨房也比值，60人就是1800，150就12000，300就24000，400就36000。哦，六十块台币就是元宝1200，它的比值比较大一点哦。来签到奖，月卡周卡，月卡功能。宇宙，哎、欸，好，不然就月卡啦，等你啦，好不好 ？OK。哎、欸，我想说，我怎么一直点错呢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去他帮我们打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！我睡局靠这只对不对？你需要宝田一只一。太好玩了哦！好变态哦，这个游戏。那主城继续讲哦，先给大家领一些奖励给大家看啊。我倒来批判一下哈。哟，还有葵木，不太有理出。神伤跟宠物招，哇塞，这边就是他的宠物抽取界面，这可以做一个详解。然后这边他的装备强化，你这边可以不再显示红点，这应该就会比较快吧。注意 money。哎呦，我们点太快了。前期为了战力的提升哦，嗯，做到的部分，这一样会越来越凶。这我们角色的部分，然后这边是技能的升级，哦，坐骑升阶，先讲坐骑升阶好了。哦，这就是这样做起啊！小狗追，哎，不止有只，不止这一只吧？你为什么用那一只给大家看？哦，我们原本是这一只，我建议给大家这一只啊。举果下去。金融下去。